如果戴开喺左手嘅水晶手链，突然间除出嚟戴喺右手，你估有咩改变呢？如果各位想知道我 Peter Sir 最新的水晶资讯，请订阅我的 channel 和按这个钟仔追踪通知，我每日会准时12点钟同你见面。有位 fans 好得意，佢问我 Peter Sir 吓，咁咧我太太咧就系好中意一个紫太晶嘅手链噶，咁啊成日戴住嘅，咁啊好得意，佢戴咗之后咧吓，嗰个性格咧方面咧就更加固执咗，仲执着咗，咁但系咧佢太太咧就好中意呢条手链嘅。唔肯话唔戴，好啦嗱，咁有边个有咩方法啦？求下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俾我啊？等个太太咧就唔好成日咁执着咁固执。嗱，首先咧你咧就可以啊同你太太讲，嗱一样照戴，不过除出嚟改戴喺你嘅右手，唔好戴左手。而咧好啦，左手咧吓，因为佢点解佢都中意戴三条嘅，好啦，分别咧戴咧呢个月亮石嘅系列，嗱月亮石啦。或者呢个拉长石啦，点解个能量呢可以悭单返少少。又或者呢你可以加条呢个海蓝宝啊，等佢呢可以好好嘅表达能力啦，讲得会即係啲说话会好听啲顺耳啲。咁好啦，咁呢亦都系或者系可以呢加条呢个呢彩碧西喎，点解啊，可能好多人未必会知喎。彩碧西呢就系旺夫同埋呢同老公嘅关系咧会更加之和谐相好喎，嗱咁样咧，咁咧就唔好话我唔帮你啦，咁啊戴咗呢个咧，佢分分钟系会旺夫之余咧，亦都咧啊嗌交都会少咗嘅，咁所以咧嗱，唔系唔戴，而系咧将佢转一转咧，啲运咧就马上改变。